佛陀指导禅修者以坚定正主、热忱精勤的态度去正确了知、清除觉照。啊，五盖、五起运、内外六处、七菩提分、十圣地，以这五种心的内涵，这五种内涵这个法的现象为所缘，分别其觉知，直接体悟心法的生灭、无常、苦、我的究竟实相，产生智慧，利用不贪不嗔的平等心，去除对身心世界所有的贪嗔不净、错觉妄想，去利益自己、利益他人。法念住的法呢，是心理内涵被心认知的对象，这是法尘啊，是心中所呈现的念头、心念、想法，包括禅修者精神世界中的所有思想观念，这些不外是个人的身心现象。法在心中，就好比演员在舞台上一样，法在心中来去运作，是心的内涵。心和法如同身体和感受一样，无法分别，离开了法就无法观察心。心和法紧紧相连，彼此影响。人心有多复杂，观法念住的修行就有多复杂。法念住是四念住中比较难以通达的部分，也是最接近佛法理论的核心。禅修者应当注意法念住的修行，也就是应当对自己心中的一切的思想观念及其运作的状况清楚了知。那那个时候你就是越来越客观，一点主观的那种观念都没有啊，一点主观的那种执着都没有，就对待自己的这种思想观念就非常客观的来了知啊，不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啊，完全以佛菩萨上师的这个教法作为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啊。观法念住是先观身念住啊，就是观呼吸啊、行住坐卧啊、观世界啊，使心力集中到刹那定啊。刹那定，刹那之间就定在那里，能够了知啊。然后继续不断地保持觉性，观照无盖、观照无取运、观照四圣地等等任何一个生观的对象，觉知其生灭无常、苦、无我的实相啊，都要去观察，体悟身心无运、生灭无常、苦、无我的本质。有了看清身心无运、无常、苦、无我的智能之后，就能放下爱憎，以不贪不嗔的平等心放下对身心世界的种种贪嗔执着，去除五盖等不善心态，拔除无明，止息我见，到达苦的完全灭除啊。深受心法四念住并不是个别升起，他们是一起升起。当禅修者念住六根六尘的接触及其感受时，身受心法四个念住都包含在其内，对其中之一保持念住，也就同时念住了其他三个念住。只是当感受占优势时，我们称之为受念住；当心占优势时，我们称之为心念住。观法念住涵盖了观察、觉知、心意、凝聚、专注的任何事物。我们在观四念住的最后阶段来观察思维法念住时，身体感受心和心法在心中呈现链接，身受心法四念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这是身体、那是感受、这是心、那是心法的感受。因为身体也是法啊，感受也是法
啊，还有心念也是法，还有那些外在的事物啊。法念住呢，就跟你观察的更加微细了，就是所有法的本质是什么，观到法的本质，那观到法的本质就是空性了，那不用说了。那观这个万法缘起性空，就是观到一切万法呢，这个叫法念住。那比心念住还要更加细啊，就是观心无常，再进一步观到一定的时候，就观到这个心就是空性的啊，自然就会这样啊。这个心也是法嘛，心识啊也是一种法。那么观心无常，然后最后就观心无我，观这个心是无我的，一刹那生灭嘛，再观这个心，再往里观，看看这个心本质，哦，原来它也是空性的。观这个受也是这样啊，观到一定的时候，就感受也是无常的啊，再观进去这个受呢也是空性的，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啊。佛陀在《大念住经》中以观五盖、观五取蕴、观内外六处、观七菩提分、观四圣地来分别说明观法念住几个重要的地方啊。五盖就是贪嗔昏沉睡眠调取后悔疑，是深入止观首先要面临的五个障碍啊，障碍。那我们要深入禅定啊，止观双运啊，是吧？我们要修禅定，还要修观，这个观就是如理作意，这种安住修、观察修啊，这个是慧观了。那止身定、观身慧啊，要深入止观的话呢，这五个盖是最大的障碍。这五盖呢，烦恼与心令慧力羸弱啊，让这个慧力啊不明显，没力量啊，是修行的障碍，令禅修者无法达到涅槃。进入初禅的状态呢，是没有五盖了。禅修者要正念正知这五盖的特性静音，同时要了了分明他们如何升起，如何消灭。五盖被正念觉性征服后，禅定的资质寻思喜乐心一静性舍，才能够建立起来。观无取蕴，禅修者因正念正知身心的色受想行识无取蕴的特征静音，同时要了了分明他们如何升起，如何消失啊，也要是观察的很清楚。观到无常的时候，自然就了了分明了啊，他们升起消失，这是观到无常，再观到去无常，最后超越这个无常，就是达到无我的境界了。观内六处、外六处，禅修者要正念、正知、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和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处的接触及其产生的束缚，并且了了分明他们如何升起、如何舍离、如何不再升起。啊，观七觉知，禅修者应该了知，应该正念正知与开悟成正觉的七个要素啊，就是修任何一个法呀，要正悟啊，就需要这个七个要素：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轻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的特征，还有静音。同时要了了分明他们如何呈现、如何平衡。七觉知是非常重要，以前也讲过啊，讲多了吧，怕你们是坐在名相上啊，怕你们变成了一种这个所知障。就是佛法也是这样的，佛法呢有些时候讲多了，你还没修就变成所知障了啊，是最好在实修的时候讲，那就是说一边修一边去学的话，你就会得意忘言啊，就是能够用起来。观四圣地啊，禅修者因正念正知一切苦，因正念正知苦集啊，集就是苦的原因，因正念正知灭苦的八圣道戒定慧，因正念正知体悟苦的熄灭
啊，就是熄灭，就是这个涅槃了。观法念处的观五蕴，除了观色蕴之外，其他受想行识四蕴都是心法，观五盖全部是心法，观六内处和外六处接触呢，觉受是心法，观七觉知是心法，观四圣谛八圣道也是心法，可见观法念处也包含了观身念处、观受念处和观心念处，都包含了。佛陀亲自教导的四念处，就是这么直接贴切地从自己的五蕴身心来观照内明，体证苦无常无我的实相，达到苦灭涅槃解脱的境地。唯有从四念处才能进入八圣道的法流，四念处是通往解脱的唯一道路。啊，说得很清楚哈，你要解脱生死呢，四念处是通往解脱的唯一道路。啊，观无碍呢，也是可以能够对治这个根本的烦恼。这个五盖啊，是我们修止观的最大的障碍。好，我们今天就学一下观五盖。比丘应如何坚定正住，就心法的状态来观察思维心法呢？比丘应先从妨碍修行的五盖中去注意观察思维心法。啊，先从这里下手，先观五盖。啊，从这里来去除障碍。观五盖是观察思维进入禅那的五种障碍。五盖是五种心的烦恼，是障碍心性发展的五个障碍。盖是烦恼的别名。烦恼能盖覆人们的心性，是不生善法。五盖像盖子一样盖住我们的心，使我们看不到自己身心的实相。啊，五盖呀，就像无明一样，把你包住，是吧？包着你就盖着你了，把你的心光盖住。啊，让你没法觉知不到，没有觉知，没有觉醒。啊，当有盖升起的时候，就没有觉知。这位修行人呢，福德质量够了的话，是要好好的禅修啊，禅修静下心来才能观到自己的问题啊。贪欲，这个第一个是贪欲，很多人对自己的那个内心啊，到底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出离心啊是什么状态还观不清楚。对想要的东西升起贪求的心理，那例如贪求成果啊，贪名贪利，贪受恭敬，贪求微细的感受，贪求寂静涅槃，贪求色声香味触法并淹没其中，贪爱感官娱乐并对进步缓慢感到不耐烦，急于求成，就是啊，急于求成说明你还是这个我执重啊，就是你那种可能心里面有不可告人的这种执着贪欲，所以说你才会急于求成的。你为什么急于求成呢？你要想想，想占有他人的东西等等，凡是满意沉迷喜欢任何会引诱迷惑心的东西啊，是心的光明涂上了污点的，就是贪欲。贪欲犹如燃烧的火，心生欲火，烧诸善法。啊，世间人呢就搞不清楚这一点啊。啊，所以说人天善法的人呢，他搞不清楚这一点，他觉得人世间的这个贪欲啊，是正常的啊，他就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嘛，所以说他们都赞叹歌颂，是吧，人世间的爱情啊友情啊就是你的情越浓就越好啊，催人泪下呀，他们就是用这个情啊来催人泪下，
这个母子情呐、啊，是吧？父子情呐、啊，啊，还有男女的爱情呐、啊，哎，就像催泪弹一样啊，把你的眼泪催下来，就这些事件。你看你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啊，他要让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个拍得好的电视就是这样，或者电影啊，然后卖点很高，可以赚很多钱啊，拍一部电影赚好几个亿。好在哪里呢？就是催泪啊，它有催泪的作用，或者是可以激发你的情绪，激发你的那种情执。这世间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宣扬的东西是我们要舍弃的。哎，所以我们这么有出离心的人是肯定是不受他们欢迎的。他们会说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他们就会这样说你们。但是有这么一个阶段是很正常的啊。那心生欲火，烧诸善法呀。那你有欲火，你的善都是假，不是完全的算了，不是成算了啊。你名利心肯定在里面夹杂着，在里面你做善法，可能你不要钱，但是你要名啊，是吧？你喜欢这个名声啊，喜欢人家的恭敬啊，是吧？喜欢这种成就感呢、啊？哦。喜欢流芳百世啊，那钱已经满足不了你的时候，你就会用钱去买名声啊。那钱太多了嘛，到时候花不完了，你不用钱去买名声，那买什么东西？肯定要买名声的，人就是这样的。他聪明一点的人，他就知道钱花不完了，要买别的东西了，是吧？不买物质了，就要开始买名声了啊。你看那个，我记得是那个叫宋江，是吧？宋江号称及时雨啊，你知道什么叫及时雨吗？啊，只要哪个地方需要的，马上就有他呀。江湖上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子的，只要你这个人名声出去了以后，大家见到你这个人就觉得你这个人了不起，就恭敬赞叹，是吧？看到你就马上抱拳，哎呀，久仰久仰，是吧？久仰大名啊。你就感到很高兴，被人见到你都久仰大名的话，那你的真的就飘飘然了。哎呀，他喜欢这个感觉啊，所以说他也喜欢做老大。但是其实世间的人比他还要过，贪爱这个名声的人呢、啊，其实是更可怕的啊，就更容易迷惑人，因为他不好利。啊，世间人都好利嘛，那他不好利，你就觉得哦，他好高尚哦，他好好哦，就是这样的，就很容易感动人了。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就被他骗走了，被他迷惑了。贪欲犹如燃烧的火。一般人常说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儿子，其实这些都是贪欲的一种。因为你对他们都存有梦想，存有期望，希望他们完成你的这个梦那个梦，这个期望那个期望，所以你是在爱你的梦想。嗯，生个儿子做梦想啊，他长大了光宗耀祖，是吧？他也是你的一个期望啊，如果你的儿子长得很好看，那你就整天带着他出去，你就会很喜欢去啊炫耀你的儿子啊，天天抱着他到处转啊，夸你啊，你的儿子长得真好看啊，你就很开心。这种是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贪爱啊，禅修者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脱离自私和偏向。因为真爱是只有付出而不贪求回报的，这个菩萨的这种慈悲心啊，这不是爱啊啊！当然，这个所谓的真爱就是指的慈悲心，慈悲是不求回报的才叫慈。慈悲和贪爱是两码事啊，没有什么爱不是自私的，应该都是自私的啊。人都是爱自己的亲人啊，没有爱敌人的。都仇自己的怨敌，都恨不得马上杀了他啊！
为什么恨他们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伤害了你的亲人。啊，如果有个人伤害了你的亲人，你的孩子，或者伤害了你的这个父母，是吧？你就是恨不得就把他杀掉，是吧？为什么呀？因为你贪爱呀，你贪爱心造成的嗔恨呢。啊，世间人是很苦，我看到世间人最苦的，莫过于就看到那个儿子被人家拐卖的那种啊，那是最苦的，那比死了还苦，死了吧也就，哎，伤心几天啊。你看那个被拐卖的那孩子，养了那好几岁，被人家卖掉了，啊，天天想他，因为他毕竟没死啊，他又在这个世界上，你又见不着他，那种那真的是劳心劳肺的苦啊，啊，就是到处去找，啊。找几十年了，十几二十年还在找，那个好苦啊！那个要死了也就哭几天就没事了啊，才生过一个啊。这个他就让你还有一点希望，但是又得不到，那种是最苦的啊。因为他毕竟没死啊，所以说你还抱着一线希望。嗯，这就是亲人之间最大的苦，就是爱别离苦啊，特别是儿子儿女，他又小，是吧？小的时候你最贪爱的时候突然被人家给弄跑了，弄没了，你见不着了，哇，这是太苦了啊。所以说这个拐卖儿童的人真的是罪过特别大啊，因为这种他这个对人的伤害甚至比杀人都还要，这个业还要大啊，到时候果报还要严重啊。禅修者在贪欲来时要观察觉知它的出现啊，他来了马上要觉察到，允许他来，允许他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只要客观的观察觉知，不要做任何的价值判断，觉知他的消失后就要回到观呼吸或者观行住坐卧啊。就是来了以后啊，你也不要害怕，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待多久就待多久，你就是说你不要急的赶他走啊，你记得赶他走也没有用，这个时候你就是要保持觉知啊。然后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来对治他啊啊，还有修无常观、无我观啊，都可以对治贪爱的啊，特别是苦观，咱们修苦观，这个贪欲来了，你就是真是苦啊，是吧？坏苦啊！你一观这个坏苦来了，然后苦苦来了啊，坏苦和苦苦交替的进行啊，修这个苦观也是可以对治贪欲的啊。不知道你修没修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哈。啊，贪欲来了，你是不是觉知它了？觉知它以后，马上要修这个对治法。啊，当然要客观的观察觉知啊。因此呢，佛陀教导比丘，当比丘升起贪欲时，要清楚了知我升起了贪欲。啊，那你不了知呢，你肯定不会对治了。当比丘不升起贪欲时，要清楚了知我没有升起贪欲。啊，嗔恚。嗔恚是对过去未来的事啊生气或者烦了啊，别人触犯你了，你起了生气的心理，或想到以前不如意的事而生气，或对修行时体验到的苦产生嗔恨啊。因为生气就会有伤害他人的念头啊，他的这一刻就会如燃烧的火，可以破坏利益、幸福和快乐。嗔恚是佛法之根本，是堕恶道的因缘，是法乐的冤家，是善心之大贼，是种种恶口之腹胀啊。嗔恨代表恶意，生性刻毒，嗔心起就妒忌他人，而恨海中永远有波浪，任何人只要升起了愤怒，他所经验到的只有不快乐和痛苦啊。只要任何人心中产生了负面的心态，他此时此刻的当下就在经历痛苦
这种惩罚不必等到时候，啊，不要把痛苦归咎于各种不同的外在因素，啊，痛苦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对外在事物产生贪爱嗔恨的习惯性反应，啊，就是你自己的烦恼种子加上非礼作意，啊，这样子才是你产生烦恼的产生痛苦的原因，啊，外面的事情其实是中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学到一定的时候你就观察万法都是清净的，万一切万法为什么清净呢？就是因为你心里没这个种子，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嘛。是因为不清净，是因为你自己有烦恼的种子，加上非礼作意啊，然后你升起的这个嗔恨或者贪爱啊。如果你自己的嗔恨和烦恼的贪爱的种子都没有了，万法就自然就变成清净的了啊。所以万法清不清净呢，还是看你啊。啊，外面的任何事情都是清净的啊。你自己把它变成了一种烦恼，所以叫习惯性反应，是吧？习惯性嘛，就是种子嘛。一个人所以生起贪爱，因为有愉悦的感受啊。当有不愉悦的感受时，就会生起怨憎嗔恨的习性反应啊。因此要摆脱贪嗔的束缚，就要观察感受。不断地观察感受，能不断地在感受上用功，觉知力就会增强，就愈能够深入到感受变化无常的自然法则。有了这种体悟，就能够保持不贪不嗔的平常心，走到解脱的道路上。观察感受，对苦苦受啊，或者坏苦受啊，不起贪爱和嗔恨。就是了知它，这是一种习性的反应，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当这个习气来了的时候，你就如鱼吃了啊，就是没有觉察力了啊，没觉察到是自己的问题了啊，没有那个觉性，觉性我忘失了，然后就掉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不出来啊，甚至开始造业啊，负面的情绪呢还是造业的开始。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要进一步造业了，或者恶口，或者要伤害人啊。精进的禅修者以感受同在啊，不生贪爱和嗔恨的反应，也不断的了解无常，自然的就会保持不贪不嗔的平等心。这种平等心所产生的智能，能让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贪嗔无法发挥作用啊，所以说你心里面还有贪爱嗔恨的种子啊，但是你修了这个平等心啊，所谓的就是客观的这样的来对待这个自己的贪嗔啊，保持一个客观觉知的状态啊，这个叫做平等心啊，就是看着它啊。所谓的对治呢，其实就是要升起这个正确的状态。特别是我们执着常，我们就观无常，本来就是无常的，像我们就是都是观为常乐我净，是吧？他们喜欢一个人反正是常乐我净啊，他妄想，这样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要得到他。如果你观是苦的、无常的不净的再观是无我的，就是一个无取运，是吧？臭皮囊，你想想，确实也是事实啊，这是一个真相啊。但是你打妄想的时候，你就会观成了清净的，是吧？常的快乐的，是吧？有我的，常乐我净的这种妄想就升起来了，然后呢就不顾一切了，是吧？但是你自己迷乱呢，你自己的一种习性呢，这个习气太坚固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世都很难摆脱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打妄想了打妄想了。人类也好，动物也好，都一样，是吧？你看那个鸟这个雄的鸟它的羽毛长得很好，是吧？
这个情执比较重的变鸟了啊，所以说鸟最会谈恋爱了，就是整天叽叽喳喳叫，它就是在谈情说爱啊。你要是没有了情执以后，你就发现这个鸟叫都是法音，是吧？都在宣说苦空无常的道理。要是有正念的时候，就会就发现他讲苦空无常。你要是迷在里面呢，你就觉得鸟在谈情说爱。没有修习观法念住的时候啊，对别人说了一句不满意的不喜欢的话，或者别人对我们臭骂一顿时，就会生起嗔恨想报复。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后眼睛就往外看，不曾往内观察实相，所以对别人的辱骂就一辈子记恨在心，一直接受别人这份辱骂的礼物，一辈子以后他以他周旋啊，活在地狱中。如果能以觉性关照别人满怀负面的情绪出口辱骂你，那是别人的痛苦，与自己无关啊，与自己无关，那自己又何必勇于兜然呢？自愿承担别人的痛苦呢？啊，真是这样的啊！他骂你也好，打你也好，其实呢，真的跟你不要说骂你，跟你更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没有直接伤害到你啊。那打你其实也一样啊，打到这个肉上了，那你也可以不痛啊，啊，痛那痛是你自己要痛的，他也没叫你痛啊。你看那个徐老和尚，人家打他把他骨头打断了，他跑到天上去玩去了，是吧？还没痛啊，你可以不痛啊，痛是你自己要痛的。如果一定要记恨在心，生活记恨一辈子，造成自己不快乐，那么错不在别人而在自己啊。禅修者若能够在自己内心世界下功夫，向内心世界观察实相，觉知辱骂只是辱骂，没有一个我在接受辱骂，辱骂本身也没有实体，它出现后必然会消失，慢慢就会体悟外缘不会带给自己痛苦的，痛苦的源头100%是源自于内心，没有丝毫啊源自外在的啊。由于能够重视身观，内在生灭无常无我的实相，禅修者的生命形态就会开始逐渐改变。每当被指责批评或者被称赞恭维时，心能够平静啊，心能够平静。就是指责批评呢，你的心比较平静呢。那是你这是第一步功夫，那是还不算很好啊。就是当你被称赞、被恭维的时候啊，你的心还是一样的平静啊，那你就不错了。这很难的啊。如果别人批评你啊，你心里没一点都不动念头，那是你的功夫还是一半了，你还只是初步见功夫啊。这恭维称赞的时候，你要是能够一点都没有那种。啊，沾沾自喜，就是一点都没有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啊欢喜心啊，平平淡淡的啊，那个时候平静，那个生命你还是不错啊。因为禅修者甚至真正的苦恼啊，不是他人造成的，是自己的心念的反应啊。若能够不断地培养觉性，就不会被一切外境拉着跑，不会再心随境转喽。啊，如果我们修了半天连这个还没有开始的话，你的功夫太差了，是吧？你还是心随境转，那静心法要都听了无数遍了，都告诉你烦恼产生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原因啊。经验这个连续不断的生灭啊，犹如溪水一样恒常流动啊。禅修者应当精勤不懈，持续不断的观察觉知自己的念头，体悟它的无常苦无我的本质，自然就能放下对贪嗔痴的执着啊。观贪嗔痴的负面心态时，那只是观察觉知它的出现，观察觉知伴随它而来的排斥的心理啊。观察觉知它能够持续多久，
观察觉知它什么时候消失，然后将注意力又拉回到观呼吸、观心动作、观世界。呼吸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对呼吸不会产生贪爱和嗔恨等等的执着。那这种观法呢，其实还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先修对治，对治法，然后呢当这个贪欲啊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就是贪爱来了，你能够你的觉知能够升起来啊，否则的话你没有用啊，这个时候你那个贪欲力量太强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觉知它，怎么办啊？你只能跟着贪欲跑，那怎么办？那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修不净观，修对治法啊，先对治它，先如理作意啊。没有如理作意，你就说啊，我观察你，最好是有空观。你有空性的智慧的时候，你再观这个念头啊。其实你那个空性智慧就在后面支撑着你，你再观察这些念头的时候，你就不怕了，对吧？你没有空性智慧在内心深处啊，你都把它当为实有了，你怎么可能够能够观察得了啊？对吧？你观察不住啊，你就跟着他跑了，你还说我就看着他。是吧，让他来让他去，你做不到吧，你做得到吗？对不对？你要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很厉害了，是吧？那烦恼来了你能够很客观的，是吧？能够不掉进去，能够客观的观察它的来去消失，那你很有修行了，你已经啊。禅修者的心呢完全专注在观呼吸的时候就远离了贪嗔痴。无论这清净的一刻如何短暂都非常重要，因为它挑战了所有过去的习气啊。过去的习气一旦出现在肉体和精神上，就产生难过痛苦的感受，阻碍觉知的发展啊。因此佛陀教导比丘们，当比丘升起嗔恚的时候，要清楚了知我生嗔恨了啊，生了嗔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如理作意，把法提起来。我这个嗔恨心肯定是不好了啊，你就修慈悲观了。当你嗔恨的时候，你就念恩啊，观过失了。你说我可能又观别人的过失了，那、啊、别人的过失是不是真的有呢？肯定没有啊，是你自己的烦恼种子妄想出来的啊。别人有没有过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哪怕就是对着你来做，那也是他自己的业啊。他的过失其实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啊，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啊。啊，就看你会不会用，你不会用，好的都会变成坏的，对吧？打扮你饿了他给你吃的，按道理是对你好吧，对吧？但是呢，那培养了你的贪欲啊，你到底是好坏呢？是啊，不一定是好事啊。当比丘不升起嗔恚的时候，要清楚了知，我不升起嗔恚，比丘要了知啊，比丘要清楚了知，这里一直强调这个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嗔恚去除了啊，比丘要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嗔恚，未来不再升起。啊，就是这个清楚了知。那我们现在做不到啊，做不到清楚了知咋办呢？就是你要非常确定任何嗔念升起，你马上就要知道这个嗔恚是不对的，它升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是不需要如理作意，就是你的嗔心绝对是错误的啊，你都不需要任何道理啊，不需要给自己一个解释啊。嗔恨心就是不好的东西，绝对不好。贪爱也是一样，不管你升起的这样的念，任何的这样的念头都要已经很明确了，它就是绝对错误的，都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了、因为已经解释过了，你过去已经升起了定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啊，直接就观它的来去啊。你不要说哦，贪爱很好是吧，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爱一切。你要是认为贪爱很好，那你都还没开始修了，是吧？
那你贪爱很好的话，如果有人妨碍了你的贪爱，你肯定会嗔恨。那你觉得你嗔恨也是对的，是吧？这个家伙该死，是吧？你就会这样想。你那个时候你不觉得你嗔恨心升起来是错误的？你会觉得对方该打该杀，很解恨，你会这样想，因为你有贪爱呀。你的贪爱一定会引发嗔恨的，当你嗔恨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完全正确，是吧？你看日本的鬼子该杀，是不是啊？日本鬼子就是坏嘛，他们该死啊！那你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说哦，杀人的不好的事情啊，你不会想哦，他杀了我的亲人，是吧？甚至强奸了我们的人，这个中国的妇女啊，该死！你那恨得都咬牙切齿了，你还觉得自己正确？你没有修行的人就是这样啊，他没有不知道什么叫修行，所以说这个就没办法了。你没有政治正念，你怎么修得了这些法呢？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政治正念的啊！有了政治正念以后，那么再来观察客观的觉察嗔恚的升起啊，然后知道这些东西都无常的东西。按道理来说，这样修法呢，去去除贪爱和嗔恨是很快的啊，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呢，并不等于我们能用，我们现在还修不了这个法啊。那生气了，再生气你都不知道，是吧？你觉得这家伙是吧，冤枉我，或者这个家伙这样说我啊，背后说我的坏话啊，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这样说我啊，你就开始生气啊，气的就饭都吃不下了，生病了啊，气的胃痛了啊。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气的肾都痛了啊！然后你还又怪他，就是他气的我，害得我生病了，你又加了一重嗔恨心。你生病了吧，你还又怪别人啊，全部都是别人的错，是他害了你生的病。这就是没有修行的人，修行还没开始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就等于你这刚来，你刚来也不能这样的。有些人修了好几年还这个样子，那你也太对不起师父的，整天苦口婆心的跟你讲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